你陷害北邮，泄露公司机密，几家合作商都解约了。这份公司的机密文件就是在你的工位上找到的，还在这装？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吧？方璇，你被停职了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周，但没想到也是最后一周。刚刚陆北邮和我说了分手。我什么时候说分手了？就刚刚啊。我刚刚不是不让你吃榴莲吗？那不就是一个意思吗？好啦，我先去上班，今天下班给你买。完了是吧？好，方璇，你不是停职了吗？年底公司忙，王总叫我回来帮忙的。北邮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诬陷我，诬陷凡凡，还想让我们原谅你？凭什么？凡凡，我们走。嗯。凡凡，你别管他，我先去准备一下今天的客户资料，晚上见。嗯，好。穆凡凡，怎么你还来找我求情啊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。听说陆北邮今天这一单要是没签下来，达不到业绩指标，他会被降职的。那你猜他到底能不能签下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两个害我停职这事儿这么容易就想过去了？刘总这一单我势在必得，陆北邮就等着被降职吧。你这也太扯淡了吧！凡凡，我跟你说，我之前接触过那个刘总，他特别喜欢花，你买点花布置一下现场肯定行。真的吗？那我马上去买。这一下应该能帮北邮拿下客户了。你买花了吗？嗯，我用它布置了一下办公室，特别漂亮，客户应该一会儿就到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估计穆凡凡想破脑袋想不到也是我这边的，估计这会儿刘总已经快到了，看咱们路北怎么办，赶紧把他撤出来。穆凡凡，